各位表妹你哋好啊，见到呢个 poster 就係 Orion 嘅 poster， 知道今日介绍嘅新表啊都係 Orion 东方嘅手表啦。其实有两隻㗎，一隻呢就係东方啦，一隻呢就係 Orion Star， 咁啊右手边嗰隻就 Orion Star， 全黑都好靓啊。不过呢费时聊天太长啦，咁啊其实呢两隻呢都系啲限量版嘅纪念版手表嚟嘅，咁不过呢右边 Orion Star 嗰隻就下一条片先介绍啦，今次呢就主打介绍左边呢一隻 Orion 嘅手表，咁一睇呢就见到潜水嘅手表啦，即係 Marco 嘅潜水手表啊，仲系呢个 Marco 嘅潜水手表推出呢20周年嘅限量版嚟㗎，即係话呢第一隻啊系2004年推出㗎，哇佢今年有20年咁耐咯，咁标径呢大概 42mm 到啦，厚度啊 13.5mm到啦，标二嘅标二咧就讲紧系46mm 到嘅，有个双色嘅外圈啦，咁同埋咧佢由零至到20咧就系蓝色，咁记唔记得头先咪话咧20周年纪念啊嘛，咁所以咧就有呢个双色嘅外圈啦，表面咧亦都有好靓嘅波浪纹啦，咁潜水表嘅波浪纹咧都好正常啫，咁啊即系好似咧嗰个海面咁样咧有啲波浪咁样就非常之靓啦，咁 Marco 其实咧就解鲨鱼嘅，咁原来。佢第一次推出嘅时候咧，其实个佢原意咧个底嗰度进黑嗰两条咧就系海豚嚟噶，不过咧啲标迷就误会咗鲨鱼，所以就叫 Marco 啦。而家咁啊解锁咗个标冠啦，咁咧就褪出一格咧就可以咧顺时针咧。就教呢个星期嘅，咁星期呢都有双语广播啦，星期日呢都系红色嘅，咁逆时针呢就可以教到呢呢个日历嘅，褪出两格有停秒功能啦，咁就可以教到时间啦，咁用嘅机芯啊都系 Orion 嘅F6922 啦嘅自家机芯，教完时间日历星期之后呢就上返锁啦，咁确保佢有200米嘅防水性能嘅，咁有个保险扣啦，打开 double pushes 揿落去呢，咁 fold over class， 咁见到个底啦，冇做透底啊，咁见到头先所讲呢嗰两条鱼啦，本来系海豚而家变咗鲨鱼啦，跟住写住呢 anniversary edition， 系啦纪念版嚟嘅，3000只限量3000只，同埋呢系蓝宝石水晶镜嘅，哇都唔错喎，做工咁见到呢呢、这个夜光指针啦、数字啦，同埋呢个旋转外圈圆点嗰度呢亦都有夜光嘅，咁呢隻呢就好特别嘅一隻 Margo 手表啊，戴上个七寸嘅手腕，咁41-42mm 标径到啦，咁运动表都 OK 嘅，即係都系适中啦，唔会话太大隻，因为譬如话dress watch 嗰啲呢通常就38-40mm 到嘅，咁价钱啦都俾大家睇下4200几蚊啦，咁大家知道啦，如果有兴趣呢都可以去到佐敦裕华国货入面嘅荣记表，可话睇过呢个 channel， 优惠梗系多㗎啦，总之就系大家最好咧去睇一睇啦，即系而家讲紧咧都系2000几蚊啦，咁买到一只咧限量版同埋20周年纪念版啊嘅 Orion Marco 啊潜水表啊，咁啊都可以諗下嘅，同埋即係其实个用色啊蓝色啦，再加一啲黑色，其实都係好型嘅一隻手表嚟嘅，咁希望大家都继续支持唔同嘅牌子啦，支持地区小店同我拍片啊，未订阅都麻烦大家订阅支持，对我嚟讲真係好大推动力力嘅，咁仲有一隻 Orion Star 全黑嘅手表，仲有 Power Reserve 呢，咁啊留待下次呢再同大家傾，希望大家都鍾意我今日嘅分享啦，拜拜。